今朝在东台湾来看到台东人陆家乡的水烟、水龙了、水火，加起来不显著。台烟三村，国家富权的好老庄水丰村，是陆家主要的米产区。虽然讲种了几千加百天，不过地面土强烟木架不个趋势，莫是关山安过。水烟沙溪发展消费是强烈沙溪都的客家年出名，还有新出名妈妈。强化中，陆家米来主食，还期盼由国家出钱强化参加米食体验活动。唐斯坦人的指头，有的会拿着输出的种米，有的会切成板车，也一头做好的姜黄饭，做成三角饭团，一头对乌卡杜某的体验。你做的是什么？菜包的馅料。啊，馅料啊，不好玩。好玩，把饭放进去，然后抹。用手套磨一磨。陆家乡的汤圆三村是陆家米的主要产地，就算品质以后地面土上一层模特，故受沙溪整体的水保局经费，有请沙溪原住民行人老新出名，用陆家米来做传统的姜黄饭，用温水一条米食，一般陆家民众都是穷下体验。啊，你米下 Q 啦。哈，就是吃到下香啦，那个在人里面下硬啦。你忽然间哦，又爱磨骨嘅，又爱磨点心，做午餐较磨下啦，都做了做了较点。要磨勤用嘅形式吼，那安尼六亚米送出来本台家园地。生产面积将近1000公顷嘅六亚米，是用福禄米来做共同嘅品牌。沙漠隔壁乡镇紫双米、关山米很有名，一下陆业乡公所也成立农药残留检验站，沙漠用检测天然的方式，最后本外界重新认识，供养好食的陆业米。黑新闻陈启明，台东报道。